哎，姑娘，你的手指还要不要了？姑娘，你是不是找东西了呀？啊，钱包找不着了。姑娘，这个钱包是你的不？我钱包在你那儿了。我在那边捡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看我少东西没。走吧。走不走？师傅，我这没零钱，你先走吧。哎，姑娘，我给你100块钱，坐上公交车回吧。100块喝呀，姑娘。哎，师傅，你等会儿，我刚才对你态度那么不好，你的钱包也还我了，还给我钱，师傅，这个钱你拿着。我是个假肥丁的，我不是个乞讨者。不是你拿着，师傅，你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。对呀，我一天捡不了挣的钱，但是每一块钱都是靠我双手挣来的，我好的特色。师傅，谢谢。这就感谢了。在心里安放。